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澳门银河，我是你们的体育主持人赵文龙。今天呢，我除了带大家去看国际乒联男子及女子世界杯以外，我还要带着大家在澳门银河吃好的、住好的以及买好的。事不宜迟 ，Let's go。第一站我要带你们住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澳门安达仕的套房 ，Let's go。这里有茶，还有澳门特产。重点的是我们的 mini bar， 里面这些都是送我的。这个套房里面的浴室太大了，我直接坐下来、躺下来、手打开，我直都有空间这样。洗澡也另外一种体验。住好了，当然要吃好的。现在我要带大家去吃金淮菜，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我们的果木烤鸭专家华月婷，我肚子已经超级饿了，我们进去开动吧。酥嫩鲜，我听说澳门银河有超过120多种不同的餐饮选择，今天我就决定跟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。我身后的享和名是串烧跟寿司，一个寿。回去。如果你还在考虑你晚餐要吃什么的话，我会推荐给你一个又浪漫又有气氛的地方，它就是我们澳门银河里面的庭园意大利餐厅。这里需要走的，住好了，吃也好了，现在当然要买好了。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，我当然是喜欢逛一些体育品牌了。我先去逛街了。